这两个礼拜我有发现掉的发量越来越少，头皮的老化速度是我们皮肤的6倍。来自日本 Clear Gin 一上线就直接卖爆，超过8000座东京铁塔的高度，它可以巩固我们的毛发将近10倍的强韧度，连头皮其实也都可以动力。不止男生女生其实都有很大的感受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许梦哲，我现在位于一间日式沙龙的门口，但其实今天不是我要做造型，是我老婆梦姿等一下会来到这间沙龙做头皮 SPA， 而我就是想要在她做 SPA 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。那我为了想要今天的惊喜可以顺利，我一定要来拜师学艺一下。我身旁的这位是造型师 Amy， 你好。 Hello， 你好。其实问题想要请教你，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梦姿在聊天的时候，有常常听到她讲说她觉得她最近的头皮好像越来越不健康，那是不是做头皮 SPA 的时候可以改善？没有错，当我们做头皮 SPA 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改善到这些的状况。还有你刚刚推荐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 Clear Gin 专业头皮养护系列，听说这卖得非常好。它卖得很好，它在日本呢已经卖超过8000座东京铁塔的高地。8000座很多哎。对，所以表示这个洗发精一定非常的厉害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秘密武器帮梦姿的头皮好好的保养一下。对，那我看一下时，哦，它差不多要来了，我先去躲起来。多好。嗨，梦姿，嗨，你老公有帮你预约今天的养护头皮，那你有想要改善什么地方吗？我一直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我已经生完 baby 将近1年半了，但是我其实每次洗头发那个掉头发的状况还是很严重，我的枕头啊、梳子上面都常常会有很多的头发。其实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头皮初老的现象。初老呢，它不是只是中年过后的事情，现代的人啊，因为工作的压力、感情、家庭等等，只要能造成各种压力的话，这些都是影响到我们头皮初老的现象哦。但不要担心，今天呢我有帮你准备来自日本 Clear Gin 专业的头皮养护系列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洗头，等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奇幻之旅。那这里面呢有添加100%天然的超级食物奇亚籽油，它里面有丰富的 Omega 3抗氧化。那像是我们 Omega 的系列啊，它是没办法在我们人体自体产生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这样子的方式才可以让它达到营养均衡的感觉。有没有觉得头皮很舒服？有啊。这样按摩力道可以吗？嗯，很舒服。香，我好喜欢这味道。有没有觉得活过来的感觉？那接下来呢要帮你做护发的部分。一般的润发护发产品我们都是非常不建议放在头皮上，因为会造成一个阻塞的问题。但这一款是很特别的哦，即便你把它敷在头皮上面的话，清洗后它会有水润感，而且可以让发根更加强韧。是不是吓一跳？为什么是你？你觉得刚刚按摩舒服吗？你知道刚刚洗头是我帮你洗的吗？你不觉得我今天的一身打扮看起来就有一个专业造型师的感觉？几号？11号，你的生日。好。对，所以我洗头技术是不是很棒？连 Amy 都说我有天分。哎，真的蛮厉害的，我刚以为是设计师洗的耶。这支洗发精它是有防呆设计的。什么防呆设计？我是很认真的在帮你挑选，好不好？我要给你的当然是给最好的。这支 Clear Gin 洗发精真的是荣登我今年安泰做的好物。各位老公，赶快截图下来。可以。好，孟哲，孟姿，好，不要再问了，先听我讲话。来，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款呢，它是最新引进日本的专业头皮护理的系列哦，它是针对头皮的脆弱、敏感，还有头发容易断的发质去做设计的。在日本一上线就直接卖爆，那它完全是 made in Japan 的哦，连我们设计师都很喜欢用，日本制的。对，日本制的。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头皮的焕活因子，它其实就是可以有助于我们里面的神经酰胺的产生，神经酰胺很常在我们抗老的保养品里面听到嘛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巩固我们的毛发将近10倍的强韧度。因为我刚刚最直觉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的头发好像变强壮了，它就是直接发根都蓬起来了。对，它因为不用说特别什么去吹干或什么的，它就是吹干，它就是有一个蓬度在，然后整个头发你看。光泽感，对啊，就是很强韧的，蛮明显的。跟你们说，这就是日本人最爱的无磷发剂。所以之前大家在追求的是肌肤上的动力，现在连头皮其实也都可以动力。对，我带你来试这个之前，我自己有把这个洗发精拿回家试过2个星期。就是男生平常洗完头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到排水口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掉下来的头发。男生掉头发应该比女生更紧张吧？对，男生会担心秃头的这个事情，所以每次我在看掉头发的时候，我也会研究一下自己掉的发量是多还是少。然后这2个礼拜我有。发现掉的发量越来越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囤货这一支洗发精，然后呢，每天在家里帮我 SPA 洗头。没有问题，我其实早就已经帮你查好了。Clear Gin 日本专业头皮养护系列，在网络还有各大药妆通路都有卖，现在就可以直接出发。OK。
老婆，所以我这次帮你准备的秘密武器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嗯，试用了2个礼拜之后，我觉得我现在更能深刻的感受到头皮变健康了。我每天只是随便吹一吹头发就好松了。就像我自己用，比如说你在洗完头的时候啊，你看排水口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头发越来越少了，梳子上的头发也越来越少。不止男生，女生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感受。嗯，所以真的就是头皮养护，每天做是大成功，推荐成功。哎，喜欢，赶快去买。